来，信慈，我跟你讲，这件它是有羊绒18%，10%还是30%？欧尼，羊绒。8% 的羊毛，好、哦。但是羊毛 Kiki 很怕刺哦，这完全不会刺。一整天的小星星可以，我都穿出去拍照哈，它一整天完全不会刺。来这边，你看它的弹性，任谁都可以穿，因为妈咪3叉4叉都可以当打底哈，完全。这件 Kiki 已经穿一整天了哈。哦来，款那我跟你讲一下，103637，价格给你们超甜的价格，双十一999，999，羊绒的，带羊绒的，能水洗，水洗没问题。对，信驰它颜色很漂亮，版型也很漂亮，质感超好哦，这件真的可以。哦，你可以穿其他色吗？哪个？我那个一个羽毛服是Color，很暖吗？对，很保暖，其实真的还蛮修的。我今天这样子走来走，刚刚我都穿在里面，其实我还蛮热的。好，来这个，它有点像雪花棉，可是它其实就，但是它不是雪花棉，不是哦，它是带羊绒。我不要喝那个。好，这个喜欢我们可以讲它的颜色，这个很好看，它的弹性很好。价格999哦，999，款号是103637，103637。你看欧尼穿的那个绿色啊，很鲜艳，它打底做白色的方式来呈现，羊绒的材质，它的弹性跟张力非常非常好，8%的羊绒，哦，因为它跟一般的棉质是有很大的差异性。那个沈轩，我建议你这一件也可以带，沈轩我也推荐给你。信驰这件必买款，999必买款，线上的所有熟客们，好、哦，这一件是大推的款式，好、哦，我一定要让这一件卖超过500件以上，因为我觉得它这一件的面料，这个欧尼挑得很漂亮，我觉得很棒，而且版型的部分呢、啊，我们家的客群一定会接受度非常高。它有落肩超秀的效。颜色都给他们看一下，没有，先给他们看，他们才知道要加几件。还有 Kiki 刚穿的白，我弟刚穿的绿色，他现在去换粉色给大家看，颜色都非常的亮，单穿就好看。他喜欢这种软面材质，比较舒服的，我喜欢舒服材质的，就真的很可以。再来，他也可以当打底的概念。好，那带羊毛。顺到2叉3叉4叉完全都没有任何问题。来，粉色哦，你看欧尼穿的粉色，有没有白底？欧尼的身高是160，不错，155，155公分。Kiki 的声音太小声了，他、啊、没办法，今天呢、啊，今天的手机啊，一直都有很多问题发生。那 Kiki 的声音都属于比较小的关系，我在镜头荧幕后方，所以声音比较大。明天我会解决这个问题。对，一居欧尼的身高是155公分，他穿这么宽大版的，一定有办法打破你们的印象。穿大件的好不好看？穿大件的是不是太大件不好看？绝对不会。好，那欧尼整个穿搭的样式，这个橘色啊，是整个让 Kiki 硬吧。好，欧尼穿粉色，像那个摸心的那个一片的，嗯，妈妈，你跟欧尼站在一起好了，我站拉后面一点。啊？那一个洞。过来一点。哎、欸、，OK。欧尼身高155公分而已，然后小资女孩穿这种 oversize 的上衣也会很好看，尤其是她的裤子又穿工装裤，这是你们的，裤子也是你们的。是，昨天是有啊，我有啊。外穿是打底都可以，哥哥你不用担心，外穿或打底都可以，真的都可以。
真的可以。我妈，你等一下穿上看。上次有买的外套，裤子等一下，裤子我安排一下，裤子我喜欢。来999而已啊哈，999。来上衣的款号再重申一次，103637，103637。啊？啊？你看这个灰也好看，牛仔外套很好看。好，穿裤子我去穿，是不是？我去穿。牛仔外套超好看，跟你说绝对不会退流行，收到，我跟你讲会满意到。这个灰啊，满意三年。这个灰啊，质感灰，它跟一般的花灰的色泽它比较深一点点，好、哦，它比较深一点点，你有没有感受得到？好、哦，999的羊绒10%，8%。8%的羊绒完全不会刺，皮皮是敏感肌肤的人，遇到毛衣有微刺的状态，他都接受度都不高，这个是没有问题。七色，七色，那个下面那个字顶羊，那个字顶的文字，你好好去看一下，都可以看得到。弟弟，你查得到的话，这一件继续卖可以吗？这一件我想继续卖。帮我先看网是多少钱？官网多少？官网多少？这个我们上次的连线价继续卖。连线价这一档，这一档加这一件。所以今天。点线价哈，就是官网点线价，是的。千颂伊毒命菌，千颂伊毒命菌系。来，这个哈，不要通过了，999，好不好？牛仔外套，下摆不修边，牛仔衬衫，原价2280，我们连线价是1780，给大家，你帮我打103503+1，好，103503+1。今天有发一批货回去做空运的，所以很快，等我一下下。哦，饼干真的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欠太多，不是说他一定马上货就在那边等我们交货，不是，是我们真的有欠，他有基本量，可是我们真的欠太多饼干哈，等我们一下下。星期日你没看我穿吗？牛仔外套连线星，可惜。
你没有看到他穿吗？那个牛仔外套好看啊，1780，好103503，那个牛仔外套要加这家。那我讲回来这一个哈、8% 的羊绒，款号是103637，不会刺雨衫、山雨，不要紧张。Kitty 是真的超敏感，很多毛衣我都会说我不行，然后小西西就一直翻白眼，觉得你很烦。羊毛就是很多毛你们都不敢，可是你刚看我穿，以及我刚来的时候，其实我都是把白色穿在羊里。你有看到我的服装吗？这一件中的不会刺，很特别，它是羊毛的，可是不会刺。那再来，它非常的饱满，它薄薄的哦。其实在韩国的街头是算冷的，但它不会，它是会热的。它穿起来我就觉得哦，有热哦，有发热的感觉。好，给大家999的价钱推荐给你，千万不要抗拒 T T 手上的颜色，还有 O T 身上的粉色，颜色不要抗拒，真的这亮色系穿起来真的超可爱，亮色系穿起来超可爱，真的可以买，2叉、3叉都是可以的、哦。哪个颜色卖最好？这个跟粉。好，他说绿色跟粉色是卖最好。Color。绿色、橘色、粉色是卖最好。Two color。那你们自己挑，我觉得这个黄跟这个。No black。嗯。No black。色也很好看，你们可以看听听大家有穿。啊有吗？每个颜色都有。可以。啊，我每个颜色都有套给大家看。照片有吗？黑色的没有。照片有吗？没有。黑色有照片吗？没有。穿搭照。嗯，就两个颜色，其他都没有。灰色。照片有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我要去换裤子。这个黑色它应该没有，就两个颜色。我那个裤子等等啊。这款裤子是一般型的身体色 No black 现在没有，拍照都没有，真可以单品照有吗？可以，稍等一下啊。这个黑色明天会不会有？明天会有。明天会有。明天或后天。新的。还有是黑色。色彩。不行啊，那只能先卖两个色。嗯，就两个色的。先开嘛，然后呢？没有单品照。量腰，他是叫量腰。好。好，量腰，等一下我给你啊、哦。可以哦。一个。来，身上的这个裤子，真心绒裤给大家，正常扣子以及拉链。那它的腰的部分是没有弹性的。43，玉婷腰围43，43。这个你可以自己调整，好，就是如果腰比较小的，都还是可以。黑色明天会有照片。这件裤子的话，建议最大尺寸只能到 XL。好，这件裤子的尺寸最大只能到 XL， 就这样子。好，我先讲了哈。然后上衣这边有一个小尺寸，再给大家看一下颜色。好，颜色在这边，绿色、黄色、橘色、黑色、白色。弟弟的花卉跟毛衣身上的粉红色。总共就7个颜色，这一件的硬币真的感很好，是2叉全黑，然后打底内搭。好，明天给我。那灯芯绒的裤子给大家看。这个灯芯绒的落地感啊，很棒，而且灯芯绒要很注意啊，落地裤啊，那种材质的宽度，它的粗度啊，不可以太粗，不然会显胖，好，会显胖。它落地裤的样子真的很棒很棒，那上次啊也有看到，但是这一次啊Kiki 决定要换售，而 Kiki 穿落地裤啊，其实
感觉腿都比较短，但是穿这一件啊是完全完全不会的，而且它颜色色泽非常非常的漂亮。那它的价格啊，我也定的蛮便宜的哦，双十一的活动，价格只定1399，原价是1780，款号是103639，好，103639。好了，尺寸我要尺寸 ，size 我量一下。不是，空的一件。这个啦。啊，一个，另一个吧。四个颜色，有绿色、青色、黄色，还有女生最喜欢的草粉色。好，草粉色这个推荐你，这个粉色也超可爱。我那个子小小的，茉莉裤怎么穿？来那个OK OK。那个水裤子很矮的嘛，我都也非常矮，这都每次都要日过的。来，容易容易，可以的。只要把裤脚折起来，就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真的，小个的也可以穿，记得长长长，穿起来超可爱。你看它的那个屁股的那个挺度很好，尺寸都要叉哎。我腰头的部分有折起来，搭配它的那个长度很可爱，超款，好不好？真的很好。来，那个欧尼啊，你看它的紫色啊。感觉上啊，紫色不好配，可是你全身去配浅色系的、灰色系的上衣、粉色去这样配，也非常非常好看。不要认为这样的色泽不好配衣服，那其实它这一系列的颜色都很特别，好，就是因为它特别的关系，不管是绿色也好 ，Kiki 穿的米白色也好，颜色都非常非常好搭好搭。你简单的搭那种平底鞋去做配置，上衣这个件熟客必买，苏信慈。这个一定要买哈，因为它面料真的是专柜级的面料，哦，专柜级的面料，紫色很特别好看，你们不要认为紫色不好搭，哦，因为我最近用异色比较跳脱的颜色去错配上衣都很好配。拍谁拍谁拍谁，他们听到你的声音都听不到，啊，我的声音都又特别大声。这一家很素雅很简单，可是它的版型设计款啊，就是简单大方，然后颜色的部分啊非常非常的蛮会挑的啊，用色很大胆，可是穿出来的协调性啊，整体的搭配性是非常非常够的哈，啊。啊，那一件灯芯绒那个裤子啊，那价格是1399而已。哪件外套啊？
里分的吗？哪是我的？我们的工厂。我裤子每一个颜色都有。你牛仔外套款号多少？是吗？那是去年的、哦，不是今年的、哦。去年卖的吗？没有没有，点点铺棉外套只卖现货而已哈、哦。那这一家的牛仔这一件是额外 Kiki 开的，哦、那波点的话，那个只能买原价哈、哦，只能买原价了。没有，我跟 Kiki 昨天决定不卖魔毛的原因是，因为魔毛的会之后会出很多款，这个啊，我们不是卖库存，我们会持续追加，它是现货是都没有，那我们直接请这家工厂，直接这个欧尼帮我们下定我们要的没有魔毛的款式，好不好？因为魔毛卖很多款，因为考虑到中南部的关系，特别直接不要做魔毛，直接一样贩售，好。也是水洗的，来，它的用色非常大胆了哈。玉婷说配紫色很好看啊，较高追耶。黑色我配紫色，粉色的那个。这欧尼155公分，它真的很可爱。欧尼真的很可爱。我的裤子等一下，一个一个来。对你不要这样跳。还有衬衫。嗯。这件的下摆可以量一下吗？皮娜，可以，给我去啊！他那个张力非常非常的够啊，绝对够。确定？最高最大嘛？最大。尊敬的各位顾客，好，
欢迎光临光熙时尚购物中心。叫做我们光熙最大76啦，最大拉力的话是76，二叉绝对没问题哈。最大拉一下，哦，你不要这样子，正常走就好了，我们很自然的。OK， 一直 OK。那个欧尼好可爱，他刚刚那个绿色是他蹲下去走过去，正常走就好了。欧尼 OK， 我们很自然的。因为我们挡到他门口了。电影在关心，透过一个很好的共产光。谢谢。啊，这个款号是多少啊？上衣的款号是103638，裤子的款号是103639，紫色好搭，紫色好搭。玉婷叫你配紫配黑啊，对不对？紫配黑好看。玉婷这件裤子版型很漂亮，身高168可以，好，没问题。身高168绝对没问题。对。好了吗？对。我这个，妈妈这个，我真的会气死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我先说一下给大家看，你可以把我们家的那个发热的细肩带背心，它这个有信号，细肩带背心穿在里面，然后搭这个大腰裤，搭这个格子衬衫，这样穿起来也超好的。你别这样学，它的版型很漂亮，版型 Kiki 超爱，然后。Kiki 穿绿色，然后我们今天下午好像是拍绿色，啊 Kiki 现在是穿黑色的，好，黑白色的。来，他的衬衫款号我跟大家讲一下，款号是103670，而且他的橘色超好看，好，等一下 Kiki 穿给你看，好，款号是103670，价格1488，好，1488。这个发热打底的背心穿在里面，我们那个后面那个蓝色的宽裤，上一次直播连线的时候已经卖过了哦。这档直播就没有了，官网也还是有在贩售，好，你们去官网看一下。衬衫的款号是103670，好，103670。稍等一下哦，稍等一下哦。啊，一二三一定必买哈。面料够柔软了哈，含棉成分高的，然后它的橘色啊，不要认为橘色穿搭不好配，然后橘黑格啊，其实它一样很硬吧，好，很硬吧。价格的部分呢、啊，1488，款号是103670，103670。S 到 2L 都一定可以穿，胸宽没问题。我等一下，这个我要拿走，我要付钱。硬吧哈，墙上的橘不一样吗？一样的橘，因为灯光直接照射的关系。好吧，那个灯光照射的关系，所以那个显得比较亮一点点。打在他的衬衫上面，所以比较亮一点点。
颜色一模一样，好，颜色一模一样。你看它后面有一道光，所以它的色泽被打亮，颜色同一款，同一款，同一款。来，欧尼的绿色，欧尼的绿色超级好看，好，因为欧尼的绿色，妈妈帮我拉进来。欧尼的绿色真的超级好看，像他穿这种宽大版的衬衫一样很好看，好，一样很好看，非常非常的棒。款号是103670。好，我们介绍 Kiki 的刚刚讲的那个衬衫，那个牛仔外套。之前的吗？之前的，我们帮 Kiki 说加卖。可以。来，这档直播啊，比较特殊一点。那 Kiki 说这件上次卖得非常非常的棒，那版型跟袖口的部分呢、啊、是它的特色，那它的面料洗色啊，就韩国标准的洗色，哦，然后质感非常非常高。那上次卖的价格是1780，好，1780，来款号我报给你们，103503，价格是1780。对，加开的，加开的，我们要加，赶快喽！我们之后就真的是二二八。妈妈，你再近一点。好，之后就都是二二八。欧尼的裤子下一款，它色泽多漂亮啊！白色打底内搭，这个。白色打底内搭是103637，103637。羊绒10%，羊绒8%，然后价格999。有2、4、6、7个颜色，超有弹性的哦，弹性超好的哈、哦。来，那个牛仔外套是103503，好，你们要加的自己加，跟上次的连线价格一样，1780。好，只有这一次破例直接开上一次的商品内容，好，因为 Kiki 觉得配这件内搭配衬衫都好看，好，所以。特别再提出来，你看 Kiki 把它拿去配衬衫又打底，渐层的方式来呈现，哦，比较帅气的风格，比较个性的风格。那搭我们这次推出来的123内搭裤，再搭这种袜子，哦，泡泡袜，哦，真的很棒。款号是103503，103503，好，价格1780。好，最后一次了哦，下次买就是2280了哈、哦。真心推荐牛仔外套，真的，牛仔外套真的要买起来。你要看像上面的反馈有多小，牛仔外套收到超赞，真的都是那个不是装脚哦。我们没有跟他私讯，叫他都没有。推荐他，明天都是你们自己打的真心，我们都会牛仔外套真的很好看。啊，你黑色请他直接上大会，啊，照片请他补偿。我在讲他下摆这种不修边的效果。哦，我要黑色的照片。跟修身程度，他明天会补黑色的照片。我们终于他们有手上好，尺寸2X3X完全都没有任何问题。好了，我再跟你们说一声，对，我发给我那个红色的红色的这个单子呀，我先不那个没卡东西的。可以，红红这个出门那个谁？可以，你说没开这个单子呀？另外开给你们的，所以你们真的还没买的。如果你要是衬衫，我搭在里面，非常的。哎呀，如果呢？牛仔外套，娃娃，你明天再拿出来穿，一样回头率100%，大家都会问你那块放哪里。你拍照吧，真心推荐你，然后真心推荐。这牛仔外套那么冷吗？它袖子呢是可以调整的，袖子是可以调整的，可以直接把它扣上去，对不对？哦，直接把它扣上去，可以把它就是它的面料袖子做的漂亮。哦，我不懂，它太扁了，它一看那个油了，它都。换起来一款，来，你看你的，它一看那个油了，它真的可以。我们的裤子啊，这个上面呢，它我们讲一下，明天上架的照片，那是不能这么穿的。他那个我们会补黑色的照片给我，目前是用的是黑色，我们是卡其色，声音很小哈。我现在穿是穿
跟白色，容易是黄色，腰尾部分个人都可以穿，那透过一个表可以，有一个拳头放进去都可以。长度的话是105公分，长度105公分。一直有个问题。好，要拔口罩了。好，105公分。哦，长度是105公分，来，价格给你们456，价格456加1。帮我打456加1，打456加1。哦，你看起来更娇小。我跟大家讲一下，穿搭很重要，跟身形、胖、什么、高都没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穿穿这种，我们只是有放松的。不要问，就155公分就好。对，我们的笑容是很甜，然后我们是。只要穿搭有自信，穿搭漂亮的，超可爱，要帮忙附送，好，赶快加外套，不然看到我又说没揪，可心进来给103503，给你们456的价格哦，456加，456的价格是1399，1399，好，我会拿卡其色跟黑色的，是，身高185公分，女生175公分，168都可以，它的裤管是可以直接。有说口，老板，好，我来讲，那个裤子的，来，我来说，裤子现在限时加是456加你要的数量，那裤子的全长呢是105公分，腰呢是32到58。臀宽是60，哦，尺寸2X完全没有任何问题，小细细穿也都可以，哦，你155公分也是，都是没任何问题的，没有毛病，穿起来超可爱。那记得裤子的话，现场照片都没有黑色，但明天后天他如果等到货到的时候有黑色，我们会再补给大家。那黑色你们就知道嘛，百搭颜色，我们家不用介绍就会有黑，好，就会有黑，所以黑一定会有。那裤子的部分呢，你看它口袋是做斜口袋哦，它是斜的超大口袋，斜的工装口袋，它这边还是一样有口袋，腰头给大家松紧，好，斜口袋真的超可爱，这个外面我们真的绕了这么久啊，完全没有看过这样子的款型。记得456是最便宜的价钱，1399明天6点又要赶快喊完，9点1399就没了哦。所以你们明天等到收到讯息的话，赶快接单，之后就回复连线价1588，也是超铁，好，1588是超铁。欧尼的卡其色是我用的必买的颜色。欧尼的卡其色是小西西觉得必买的色。黑色不好意思，黑色现场没有实物。黑色明天的新款才会出来，那我官网也会卖黑色，线上加一也可以买黑色的，我会拿黑色跟卡其色两个颜色。全腰头松紧，全腰头松紧，全腰头松紧，整个一圈都是做到松紧的，好，腰头是全松紧。然后那个 Nancy 说，你不要一直拿这个给他们洗。没有，我没有洗的意思是，我自己佩戴，我单独自己这样佩戴穿。对，好，那喜欢，那小西西最喜欢。我有，你没有啊？小西西就最喜欢这个，它这两个颜色。口袋很深吗？我对，喜欢深口袋。口袋深，小西西的手整个都在你手。是指真的深还是前的？他小西西问你说是前口袋数目的深还是真的口袋深？好，那有任何问题呢？请都可以再打上来。然后 Kiki 穿的这个绿色推荐给大家，绿色衬衫，好好看，一样是最流行款。那我刚刚有拿了我家的那个，我刚有拿了那个。这个是也超好，所以我刚刚推荐给大家，真的要买，不管是松紧的，不管可以当
哎，可是我的个子，不管有一个抽绳可以调整，所以可以小个可以这样，然后让它稍微揪在里面，就不会踩到。好 ，Kiki 传给大家看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家的制定款非常好。那不了不，请帮我到官网去买。你是软吗？预购，我会多叫很多时间，目前还在请教。包括我的位置自己也会交通。必买必买，要买哦。好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没了没了。二 L 可以穿，我就是二 L 代表，可以穿绿色或橘色。立正，来个橘色，橘色橘色。我头我可以耶，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看看，这条工装裤真的很帅，它的那个侧边带。来，建荣问衬衫编号，衬衫的编号是103670。来 ，Kiki 穿工装裤，它口袋做斜的，然后它前它的。膝盖下方的小腿的位置有打折，好，就是它的细节的设计，我觉得做得不错，好，这里的位置，好，这一个位置，口袋做斜口袋，啊，穿工装裤，其实这种氛围感，一般来讲都做正常的口袋位置，它，可是它这个做斜口袋的设计风格还不错看，妈妈人家在吹了，走，重播可以加，好。你站在最后面，对 ，OK。OK。这个首客可以买啊，这个。